您有过这么一幅题字，说的是“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我想到印光大师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在末法时期要多向众生宣传因果。最近从《安世全书》上也看到这样的话，说“人人皆知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我们当前正在构建和谐社会，这因果跟构建和谐社会到底是什么关系？真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吗？请你开始。在上一次，我到北京来，我带了一张地狱变相图，送给富铁山大主教。这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了，他是天主教的领导人，他在协和医院住院。他看了之后非常欢喜，我就告诉他，我说从前。一个城隍庙，至少可以抵得1万名警察。他把桌子一拍，不止啊，10万名啊！10万名警察不能维持这个地方治安，一个城隍庙能叫这个地方人不敢起恶念，不敢做坏事。你说与构造和谐社会有没有帮助？啊，我对于这些是亲身体会的。我从小5、6岁的时候，母亲一年总会到城隍庙去参加过几次的活动，啊，去上上香，都带我们这小孩去。走到那个阎王殿，那个时候阎王殿是泥塑的，塑得非常好。很逼真，就告诉我们，你看干这个坏事就受这个果报，啊，这个骗人、挑拨离间，你看八仙地狱，你看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就落下很深的印象，就管了一生，啊，你说在这种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为什么没有沾染到这些恶的习气，啊，为什么还能保持着像现在？这一次，这个杭州，啊，世界佛教论坛里面提出来的心经，啊，国土经，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我们的心境、心安、心平，在哪里学来的？就是童年时候那个因果教育里学来的呀。你说这东西不管用吗？所以在这么多年，我讲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说过多少次，啊，这个中国老祖宗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啊，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存在这个世界上5000多年，为什么没有被消失掉？在二战之前，也就是20世纪的初期，有人告诉我，欧洲人曾经呢研究世界4大文明古国，3个都消失掉了，为什么中国还会存在？啊，研究这个原因，他们得到的结论，他说可能是中国人呢。重视家庭教育的缘故，这个答案我十分的肯定，一点都没错。啊，中国教育的起源，我们要知道。啊，为什么这个教育会兴起，会被那么样重视？这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
就知道宇宙是和谐的，世界是和谐的，啊，我们现在讲地球啊，是和谐的，啊，所以就说出了人性本善。你看教同盟的三字经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本善是和谐，就是本善啊，没有冲突啊，啊，就和谐啊，那么伦理教育里面啊，所以这是尧舜时代啊才提出了这个话题了。那个时候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人民可以丰衣足食啊，住的也很安稳了啊，所以尧王就感到了，如果要没有教育，那人跟禽兽有什么两样呢啊，所以就国家就提倡这个教学了啊。那个时候就委派齐为司徒，司徒是官的名字啊，就好像这个主管教育啊，来推行教育。那教什么东西呢？教伦理，教道德啊。换一句话说，教育的内容就是三桩事情：一个要人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要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要懂得人跟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处好了，人这一生怎么会不幸福呢？怎么会不圆满呢？那现在这个问题出来，就不知道这个关系嘛。那夫妻会吵架，这个关系不知道啊，父子不和啊，兄弟互相残杀，这都是不知道这个人伦关系啊，去教这个。那么教育的核心，这个不能不知道，核心只有一个，父子有亲。那个亲爱，你看看小孩出生啊，父母对他的爱啊，小孩张开眼睛虽然不会说话，你看三四个月最明显了，你看他那个眼神，他那个表情，他对父母的爱，是这谁叫他？没人叫，天性啊，这个就叫做本性的、啊、这本性本善的、啊、那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个，这种父子之亲，这个亲爱怎样能够保持永恒不变啊？那就叫靠教育了啊。第二个呢，这种爱如何能发扬光大啊？发扬跟国家领导跟被领导就是义啊，是君臣有义嘛啊。发展在夫妇的时候就夫妇有别，别就是个别的任务，啊，丈夫有丈夫的任务，太太有太太的任务，太太的任务超过丈夫，因为丈夫的任务是什么？只是顾家庭生活啊，出去谋生呢，啊，赚钱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物质上的这个生活问题解决啊，太太的任务是教下一代，你说这个任务超过先生太多了，对对。啊，所以太太这中国人称这个妻子为太太呀、啊。太太、那个太太是从哪来的？就是周家的这三个妇女，周文王的祖母太姜，他的母亲叫太任，他自己的夫人叫太姒。哦，三个都是圣人。啊，教出圣人的儿孙呐、啊！啊，是是，你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这就是这三个老人教的啊。哦，所以太太从这来的，太太这个名词多尊贵呀、啊！是是是是是，你是圣人的母亲、你是铸造圣人的人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起呵呵师父提的对，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啊。上学之前，我的这个最第一个重要的教育还是我母亲给我讲的二十四孝的故事。啊啊，对，是二十四孝故事，是我从我母亲那儿嘴里听到什么、这个
盯上卧鱼啊，对，不错不错，这个父母有蚊子干扰，他在现在床上睡呀、啊，对，然后呢，就我就我母亲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从这种二十四孝的故事里头得到一种启发，我当时就明白、嗯、哦，我也应该这样对待父母，我得学。对，还有呢，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城隍庙里头，我小时候也是我母亲带我去的，跟我讲过做坏事不孝心什么、嗯、以后就是那个炮烙，哦，对，不错，下油锅，不错，哎呦，我看当看，哎呦，是啊，看得我目瞪口呆、嗯、然后呢，我每次上学、嗯、一经我学校斜对过就是一个城隍庙、嗯、没经过时我就想到里头是这些、嗯、我不能做坏事所以您刚才说的太太确实最早的家庭教育是从母亲那儿得到的，对，所以中国教育的起源你要认识清楚，嗯，是是、啊、就是从这里根，从这里发起的，那是中国教育的中心核心就是家庭教育，哎，所以说就是一个父子有亲，就是那一个字、嗯、你以后讲到这个五伦八德啊，你讲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全是那个父子有亲发出来的，嗯，啊，父子有那个亲爱是个根，然后分成枝啊，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都是他的枝枝叶叶，嗯，那个根就是父子有亲，所以这个教育者你仔细想想，这就是爱的教育，现在人讲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对对，啊，在佛家讲的是慈悲为本，那慈悲就是那个根，哎，就是这个。所以你看看这古今中外的圣人，他讲到最究竟的时候，是都是这一桩事情。嗯，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啊！人，所以第一个要懂得爱自己，就是自爱，自爱而后能爱人。啊，什么是自爱呢？我能够永远保持我的本善，嗯，啊，我的本性本善，这是自爱呀、啊。你把本性本善失掉了时候，你就不自爱了。不自爱，你怎么能爱人呢？不自爱，你就不对父母就不孝，啊，对兄弟就不就没有友爱，对朋友你就没有信。为什么？你不自爱了。哎，那个伦理道德是什么？那是自爱的表现。啊，那不是哪个人发明创造的，不是的。啊，是自爱自自然然表现出的，出这种德行。啊，这种德行。你内心那个自爱没有了，德行全变质了。是的是的是的。全变质了。是的是的。所以说你在这个真正的因，你看后来就国，那人要失掉了自爱了，不自爱了。啊，不自爱就是不善了，不善念头起来了，嗯，啊，不善的行为起来了，你就害人了。啊，这就是因果，你怎么能离开因果呢？啊，离不开因果的。嗯，是。所以我小时候经常听见大人说，就是相互谴责的时候啊，指责对方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自爱 啊对，没错，这句话重了这句话重了，不自爱就是伦理道德全丧失了，是的。哎，还有一句话的时候要常常听的小孩子，哎，这个小孩失教啊，哎呦，这个话重啊，失教是你父母没教的好啊，对，是的，所以养不教父之过，对，所以这个教不严师之惰嘛，对啊，所以你看教育从三字经上一开头就把这个教学的这个理论，教学的这个核心方式统统说明，很简单，嗯啊，第一个是本性，讲的本性啊，本性本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是说我们人人都要肯定什么，所有一切人性都是本善啊，然后说你才会对人恭敬，对恶人也恭敬。那恶人说他学坏的，他本性是善的，我恭敬是敬他的本性啊，我不是敬他的习性啊。那所以你要肯定是人性本善，你那个善心就永远能保持。你要看到哎呀，这个人不善，那个人很可恶，你就错了。你要想他为什么不善，没人教他，学坏了啊，
是怎么回事呀？所以要肯定，特别是搞教育的人。嗯嗯。啊，所以我这么多年来搞宗教教育，所以我跟所有宗教往来，我说我们一定要肯定人性本善。本善啊，那么在佛教里面讲的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跟人性本善是一个意思。是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嗯嗯，连畜生都有佛性。蚊虫蚂蚁都有佛性啊，是，哎，这个佛性就是觉性的，嗯嗯，哎，所以那是本善的，嗯，哎，你看下面讲的是，习性相近，习相远，啊，一切众生的本性都相近，都接近，都是一样的，本善，对，那都是一样的啊，但是习惯呢，慢慢就叫你所缘了，所以你只要以所以叫近墨者黑呀。近朱者赤，他就慢慢就演变了，所以这样子那就要教了，所以古不教现代切，那教育的这个思想都就从这出来的，对对对对对，啊，那你就要教了，是这样，啊，你要不教的话，他说他慢慢他接近善他就变善，接近恶他就变恶，那这个教育关系太重要了，啊，那么现在你看古时候的教育叫你接近善，现在这个教育叫你接近恶。不都是教出来，所以我说呢，好人是教出来的，圣人是教出来的，恐怖分子也是教出来的，我也是教出来的，你怎么个教法嘛？啊，你像现在这个教育，现在用什么教？我看到这个，几岁小孩都杀人，是是是，对对对对，啊，我们前天的时候才看到一桩，就是一个讯息，报纸上登了一个讯息，一个朋友拿来给我看，我四十多年不看报纸。他们有些这些重要的讯息之后，他们会剪下来来给我看。看到一则消息，两个初中学生，15岁，在学校里成绩非常优秀，啊，那这是高材生，去玩电动玩具啊，没有钱，偷邻居一个老太太，偷了她4000块钱。这个老太太83岁，很熟的邻居。那个老太太就回家了，哎，就先撞上了，两个小孩就把老太太杀了。哎呀，那杀了时候他们还有点知识，他说这个瞳孔里头会留影像，啊，怕将来破案的时候啊，把老太太眼睛啊烧掉。哎呀，啊，结果这个案子发现之后，校长讲，通是网吧惹的祸。对对对对对对对，网吧没有惹祸啊。是你自投罗网啊，还是没有教的好啊？学校老师为什么不警惕这些学生？啊，这个政府为什么不下命令禁止这些网吧呢？那保护这个年轻人呢？那你功德无量呢？你让这些网吧到处开设的时候，那你害多少年轻人？啊，这种教育啊，对对，啊，父母不教了，让网吧去教。父母不教了，让家里电视去教。对对对，啊，让网界网络去教那个里面的内容，啊，我没有接触过，我听人家讲啊，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好，你天天用这个教他，你要让世界要化解冲突，你怎么化解？对对对，是是是，啊，你要想和这个天下太平，那怎么个太平法？对，是是是，因为我就有时候过去，我就经过飞机场啊，经过一些公共场合啊，稍微看一看，嗯，确实是这样，就是控制啊，就是你怎么样拿这个枪，对，瞄准对方，把对方打死，对。你说一个小孩，嗯，他认为人杀人是理所当然的，嗯，所以这样他就习惯了，他不认为是杀人是罪恶。对对，不错。那么我们小时候呢，是在城隍庙里看的，哦，杀人，你看看到了最后要一报还一报的，不要说杀人呐，啊，杀个狗，杀个鸡呀，啊，都有报应呐，对对对对 对, 对，都不敢呐，他没有警惕了，对，完全没有惊惧之心，对，完全不害怕，他可以非常这个残忍呢，就变得非常平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对，通通是教嘛，是，你怎么个教法吗？是的，是的，啊，所以这三字经上讲的，他那个讲的是原则了，那个没有讲的善恶了，狗不教性乃迁，对，狗不教性乃迁，哎，
所以你教他善他就善，你教他恶就叫恶，这就别恶，就看你怎么个教法。对的对的对的。所以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看这个童话故事啊，童话故事都是讲的是真善美、啊、不错不错啊，要真诚相待，对对，要爱人，对，要善良，童话故事都是这样。对，那么后来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有打打杀杀。你说中国自古以来，我们先用现在的话说文艺表演啊，那包括的范围大了啊，戏剧歌舞啊，这个说唱全部都包括在其中。对对对，它有个原则，都是遵守孔老夫子的一句话，总的指导原则，思无邪。思无邪，哎，就思想啊、哦、没有邪知邪见的。哦，思无邪、啊、对对对，他就是这一句话了。这是中国几千年这个文艺的时候，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总的指导原则。对对对。那夫子善诗书啊，那个时候有些这个特别是诗词歌赋啊，嗯啊，他取的原则就是取的流传下来的，就是用这个原则，思无邪。思无邪。如果有邪知，还有这个里头有不正当的东西，统统我都删除，都不要它。啊，所以《诗经》三百嘛，那就是当时民间的民谣一些东西收集起来的嘛，哎，都是思想纯正的，凡是有不正当的这个思想言论的，全部删掉。嗯，这个以后就变成中国几千年代代相传的文艺最高指导原则。啊，是啊，那现在这个原则没有了，这个东西丢掉了，丢掉天下大乱。是是，哎，你现在讲想收回来，这个谈何容易啊！啊，在往年，这个国内啊，这个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讯息那时候我在台湾，讯息传到台湾，那么台湾呢，哦，看到这大陆上搞文化大革命，他们就大陆就这台湾政府就提出一个复兴中这个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就提出这么一个口号，也是炒得很热。有一天我们的教育部有几位官员到方东美先家里，方老师家里，那天我正好也在方老师家里，他们来的时候向方老师请教啊，怎么样能把这个复兴中华文化这个工作做好。方老师沉默了大概有五分钟，表情很严肃，一句话不说啊，看到他们啊，看了很久之后就说了，他说方法是有啊，第一个，那时候台湾三家电视台停播，这个报纸杂志停刊啊，无线电广播统统停掉，这关羽摇头，这做不到啊！方老师讲，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华文化，你有这个东西存在，你还谈什么复兴啊？啊，天天在破坏，你看现在这报章杂志，你拿来看看，啊，所以我们为什么40多年拒绝的东西不看了，那都是染污啊！啊，那是毒素啊，最毒的东西，最脏的东西，你天天给它接近，那你的精神受污染，你的这个肉体也受污染，你全都被污染，你的心怎么会清净？所以现在这个论坛里面提的心净则佛土净啊，我的心清净，为什么？我已经40年排除，我不接受这个污染了啊，你再严重的污染我不接受你的啊，所以我才能保持清净，我才能保持这个安乐啊。啊，我天天读古人的书啊，这边是大藏经，这边是四库会要，我天天跟古人做朋友，这个没染污啊。啊，所以你心才能够平等的，才能平静。你看的样样都看清楚，样样看明白。所以讲了啊，所以今天讲这个心静。心安心平，你要不把这些是非人我
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统统放下，你就做不到。所以这个，但是你要是真正能够排除做到那个快乐的时候，那一般人无法想象。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啊，常生欢喜心，那真一点不假。境界。方老师把佛法传给我的时候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要去做，你才会得到最高的享受。是，所以您这个您达到这样的境界，像方老师达到那样的境界，他就能看得很清楚当代的污染源就是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而且呢搞得已经欲罢不能了，你不能停止了。那么对德行高的人士来讲的话，因为他们本身有基础，对，有很强的抵抗力，就是他们的修养，他们分辨这是善的，这是恶，哎呀，这个都不好，这都不好，影响不了自己。关键是青少年，对，青少年他没有那么大的分辨力，对，所以他这个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你说如何对待青少年，帮助他们来选择？所以说，你让我们搞好的电视剧，因为我也是从这个青少年犯罪那儿得到一种冲击。我觉得怎么现在这么年轻的孩子，怎么杀人就很普通了？他们说从电视上学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作为一个搞电视的人，对，我们的良心就非常受到冲击。对，所以并不是这样的，就完全可以不让他看那些东西啊。对，完全可以让他搞看真善美的东西，像我们年轻时候小时候美丽的童话，是吧，好的文学，好的电影，好的戏剧，是吧。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就是说要重新抓教育。所以您提到的因果教育关系重大，可能尤其是对青少年要加强这方面的事情。对，这个教育我刚才讲到的时候，就是中国教育的起源。那么教育的方法，这也是全世界中国独有的方法，所以这个国家民族能够永远存在这个世间，不是没有道理的。是。中国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小孩出生。还有更早的，那就是太太所表现的。太太表现的是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教育。胎教。这是文王的母亲啊。是。胎任啊。她怀孕的时候，这是史书上有记载的。眼不识物色，眼睛不看不好的东西。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就是粗鲁的话似的。永远保持心平气和，影响胎儿。这是中国人从怀孕的时候开始教起，外国找不到啊。那么在一般家庭里面，啊，当然了，这个文王那个时候已经是贵族了，他的这个祖父太王已经是属于贵族了。那么平民呢，大概都是小孩出生，小孩生下来两三天，眼睛张开了，你要知道，眼睛张开他就会看。他就会听。虽然他不会说话，大人在他面前言谈举止，那个印象已经落下去了。所以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啊。那就是他三岁的，他已经受了三年教育了。这个三年教育根深蒂固，影响一生了。他如果通通接受善的，那现在讲话他就有免疫的能力。他有辨别是非真妄，有这个能力。你这个不善的，他就排斥，就不接受你的。所以叫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终身呢、啊？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啊，看终身呢、啊？哦，那这是中国的谚语，他为什么会是？这讲外国人不相信啊！你要懂得，他从胎教开始，你就明白了，那真的一点不假了。啊，所以这中国教育的开始，这是外国人没有的，啊，嗯、而这个教育者不是言教，身教，身教，哎，所以谁教呢？父母教，大人教，啊，所有人在婴儿面前都要表现正面的，你是负面的，你避开，你不要让他看到，对对对对，不要让他听到，啊、哦，是是是是是，啊，这个什么？这叫爱护下一代呀、啊，嗯，这叫爱护儿孙呐、啊。啊，所以现在这种教，这个教育的理念，外国人也懂。外国人认为什么呢？这个一个人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五岁之前，嗯，啊，也有人说七岁之前，但是能够肯定五岁之前的人啊，也不少了。很多专家学者，我们在一起接触到的，都觉得五岁之前的教育很重要，嗯，但是他没有想到了，出生就开始教，那个才重要。对对，有的。哎，是不是？你现在到三岁才开始教，迟了。哎，已经有。已经不行，他已经受了很严重的污染啊！是是 是，不容易去掉了。有，是不是？你说五岁以后才开始教就完蛋了，什么都谈不上了。你说这个都多严重？对对对。我们邻居家一个孩子啊、嗯、这个两岁的时候啊非常可爱呀、啊嗯嗯、这个主动的叫人，嗯，对小朋友也非常好、嗯、这个玩具啊就对，不错，拿给人家玩，嗯，然后后来他的父母就当着孩子有时候吵架，嗯，这个出言有时候就粗鲁，嗯，哎，然后这个孩子就变了，也会这样了，也会发脾气了，对，心情就不好了。对，您今天这么一说，我就体会到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嗯、这个父母身教太重要了。对，你再看，确实如此。你再看中国古时候讲这个教子，你写篆字啊，嗯，你就很清楚，嗯，那篆字前面是两个叉，啊、嗯，上面这个叉。大人写的，下面呢，小孩就会模仿，这叫什么？上行下效啊！啊，这教就是上行下效。嗯、我上面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啊，那、嗯、这你上面做的好，底下的就学会了，那、嗯、自然学会了、哦。你看，那下面是个小孩子子、哦、啊，这一边呢，这是像一个是一个手拿到个小树枝啊，轻轻敲敲你啊，这个这是督促他学习。你看，教是会意呀、啊。你看到这个文字啊，你就晓得他懂得他的意思，所以教就是上行下效。嗯嗯，上行下效。哎，所以那你上面做的不正，你向底下能正，那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啊。对，所以说己不正焉能正？啊，对的是，哎哎。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你就现在想到美国，你看美国这个布什父子两个就随便到处打仗，美国下一代的人那个战争更频繁。不是上行下效吗？看到、哎、他们说没有打，那我为什么不打了？麻烦大了，哎，麻烦大了，要上行下效。啊，所以你看中国文字是个会意，我说它是智慧的符号啊。嗯，是。你看到这个符号，你就能体会它的意思。你虽然不会读它的，啊，但是你看会懂得它的意思。嗯。这就是啊，所以这是智慧，这是全世界所没有的。是是是是，啊，所以中国文字实实在在是了不起，蕴含的文化，哦，蕴含就是、嗯、太深了，是是是，太深了，啊，这个意义非常深长了、嗯嗯嗯，啊，所以这个小孩这个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嗯、那小孩教育，你大人做不好，那无谓的，你大人做不好，小孩怎么能做好？嗯，啊，所以这样世代相传呢。在古时候讲，古时候当然，这个人多啊，教育事业并不发达。但是，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一百家里头，有一家是善人，他就影响这一百家。啊，就影响。嗯。啊，这个影响效果就很大。啊，如果你这个城市里面，
有个十几二十家善人，整个这个城市这个风气啊就带好了。他有榜样，他有表率嘛，人家总是为什么干呢？你看他家人怎么样，都向他学学习啊。说古代那个天子也就是这么形成，那个诸侯是哪一个这个天子的时候他家就做得好。所以周那个时候被推为天子，其实周的国很小啊，比周的土地大得多，比周的人口多得多，为什么都听他的？他的家教好啊，人都好，没有人不服他。他是自然形成的，不是用武力。所以这个哈哈，人人皆知因果，天下大治。所以说他是礼义之邦啊。大治之道。所以今天我们要提出这个国家提出来的是和谐社会呀，恢复到礼义之邦。礼义之邦。这中国五千年传统的礼义之邦，还能够现前，这个非常困难。我参加过。前后一共参加过七次这个国际和平会议这个和平会议是从二次大战之后联合国发起的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巴黎从70年代开始寻求世界和平化解冲突现在36年每一年不晓得开多少会你说人力财力物力投资多少世界一天比一天乱动乱的频率不断上升灾害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很多开会学者专家信心失掉了与会的还有很多高级的官员你像国家的教育部长主管宗教的部长我们都认识很多人会后的时候都摇头意见很好你们想的说的都很好做不到一点信心都没有不但你这人信心没有前年的时候我在图文巴我们的学院有一群初中的学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访问一个老师带了30多个学生我们也很欢迎他们来问因为说这是佛教的一个学院嘛就有个学生提出来他问我们这些法师他说这个世界和平真的能落实吗连个11、12岁的小朋友都怀疑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会真正有和平所以和平不过是空洞的口号而已让我们听了多难过所以我就想到的是这个东西一定要搞一个示范点所以我就想到老子有一句话说小过寡民小过寡民啊就是地方小啊人口少啊小过寡民我用这个来做试点呢所以原先我就想搞一个社区我们教化这个社区把这个社区这个礼义之邦落在这个社区我在美国想过那个环境不行那就是没搞成功那早年了20多年前了新加坡想跟李慕源合作搞李慕源原先真有这个意思土地找不到那是寸土寸金没办法没搞成功我搬到澳洲去在澳洲选择图文巴这个小城这个小城只有8万人就是设在山里面本来想这个地方还可以了结果以后跟市长一谈市长说他很欢喜我这个理念他很欢喜他说很难难在哪里他说我们这个都市乃至于整个澳洲这个国家我才晓得了信仰宗教的人口只占23%大多数人不相信宗教而且还有少数排斥宗教的那么一些宗教也并不合作所以就很困难那么这前年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父母的小坟墓，嗯，啊，修坟墓，嗯。那么在汤池小镇，我就把我这个想法跟大家谈。那这个地方领导很欢喜，哎，就在我们这搞，在我们这搞。我说好，我说大家既然热心搞嘛，我说好，我们就在这里做，就启动了。启动了呢，买了一块土地，啊，在那想建一个校舍。现在这个工程还没完工，工程大概，大概到年底，年底可以完工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培训呢，就先开始，去年十一月我们就开始，开始我们招了一批学生，这个学生呢，都是有老师的这个经验，我们招的是对象的是幼儿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本身就是从教啊，对，那么对于这个伦理道德非常欢喜，对于传统文化呢有点认识的，我们招这些人训练，志同道合，那么300多个人报名，我们选了30个人，那么把这个他们把工作辞掉，加入我们的中心，就我第一个条件到我中心来，10年不能离开，这个放假过年都不可以回去，我们没假期，我们没假期，每一天学习12个小时，所以比一般课程的就加得重，纯粹是传统教育，儒家东西，我要求《弟子规》，每一字每一个句都要做到，我说这个东西不是讲的，不是背的。不是讲的，是我们的生活规范，一定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他们真发心真干，也有几个受不了了，压力太重了受不了了，退学了，退学大概有7、8个，有7、8个退学，退学不肯走，他说我们愿意做志愿。我说好行，做志愿也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教职员嘛，你不能够担任教学嘛，你就担任工作嘛，那是舍不得离开，所以我说你们的家亲眷属可以到学校来看你，你们不可以回家，就是10年真的心定，定才能生智慧呀，你才能学到东西，心浮气躁哪能学东西呢？学不到东西的。所以首先叫他10年定下来，那么原来他们家亲眷属爷爷父母的时候都是不可思议，你们这到底搞什么，所以今年过年都来看，看的时候非常受感动，都鼓励他的小孩好好学下去，所以我们在那里也买了2栋这个公寓，一共有30个单位，就像现在这个公寓有小房间30个单位，专门接待他们眷属的，你们家的父母亲戚来的时候我照顾很周到，你同时也来参加上课来学习，所以学习2个月都有教学经验嘛，就分发到乡村里面去教，有12个村庄，有12个村庄，那么有个小镇，就设计13个单位，居民48000人，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要学弟子规，通通落实弟子规，这就礼仪之邦就来了，我说从这下手啊，对，那么这样说开头这个镇里面一些领导都觉得不容易，恐怕这个不行，他说如果你们讲一些怎么样叫大家发财啊，提高，说这个大家有兴趣，你搞这个东西这都是古人的东西的时候恐怕很难接受，结果我们老师也很苦，很会苦心，见到每个人都90度鞠躬礼，请他来听，那这搞得不好意思，来听听吧。听到不到半个月就上瘾了，就觉得这好，正好，一个半月之后，夫妻不吵架了，婆媳能和睦相处了，小孩懂得孝顺父母了，懂得互相有爱了。那效果嘛，这个领导讲太好了，应该早就要要啊，不晓得中国有这么好的东西都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你看社会风气改变了。
这个商店里面，本来偷东西多，常常丢东西。哎，现在商店那些这些店员给我们说了，不用太照顾啊，几乎没有人丢东西，没丢东西。啊，这个都是这个得的这个效果，这个教学的效果。所以也不骗人了，在以前这些商店看到是外面来的人啊，不是当地人。他价钱都太高一点，5块钱东西一定卖7块，7块东西一定卖10块，总是这样子欺骗人。现在没有了，现在都老老实实的，啊，那个计程车司机，以前时候拉外地人时，他总是绕几圈，猜的你不认识路嘛？他总是加一点钱，现在不会，老老实实送到你。还有很多的司机说不要钱，你们到这个地方来都是善人，都不收钱。啊，是啊，你说这个最初街道不干净啊，都摆的啰嗦，摆乱东西啊，丢啰嗦啊，我们老师全体出动，去捡啰嗦，捡到那些老百姓不好意思了，哎，现在不丢东西了，现在道路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了，啊，做嘛，哎，当中还有一个妇女很刁滑的，我家的厕所很脏，你们替我去洗洗。我们两个老师真的就去洗了，洗得他满脸通红，旁边邻居责备他你太过分了，这我觉得那都是好人，为什么他不这样做的时候你显不出老师真的服务到家，是，所以实际上，都是好人，都是好人，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我觉得他这个是机会教育嘛，你要不然你这个教育从哪表现呢？教育是吧？是，这一个教育说就教育整个这一个市啊，这个小镇都教了吗？这个话马上就传开了吗？对，所以您这搞的就是知行合一的教育啊，对，是一定要做到，学以致用啊，对，一定要做到，你自己做不到，我常常讲，对，你首先我讲孔子教学、释迦教学、啊耶稣教学，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效果？没有别的，他做到了，对，哎，他做到了以后再说到，人家相信，这圣人，哎，说到能做到。这闲人，说到做不到叫骗人，骗人嘛，总有一天被拆穿嘛，那你一文不值了嘛，所以一定要至少要说到做到，是，所以这个小镇的时候风气马上就改善了，啊，现在附近，你看那个湖北的、江西的、江苏的，有好多人的时候都到那里去学习。啊，他们说这个爹一这天听到之后，包一个巴士的时候就到那边去住个2天3天，啊，去学习。所以种子开始发芽啊，对，是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了，就是学校校舍也没搞成呢。校舍搞成的时候，我们就正式公开，就接受各个方面来报名，各行各业都应该受这个教育。你比如你是企业的，我专门就是。《弟子规》怎样落实在企业？我有这个课程专门对你的。你说我只有一个星期，那我就给你一个星期课程。你说我有10天，我就给你排10天课程。各行各业，啊，男女老少，我们这个是补习班。啊，补习什么呢？补习伦理道德。所有学校家庭都没有这门课了。我说我们这补缺教育。缺什么呢？缺德嘛，是啊，补缺教育，是不是啊？缺失，对，磨的缺失嘛，对，叫补缺教育，是不是啊？对，失德了，是啊，是的，唯有伦理道德，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社会的和谐啊，世界和谐，所以，所以我现在提倡就是这个。伦理，啊，道德，因果，啊，宗教，这四种，这四种是一贯的，根都在家庭，根就是父子有情，哎，发展到极处就是宗教，啊，宗教什么？这个亲爱呀，达到变法界虚空界，这是宗教，那是究竟圆满。不但对人爱呀，对所有一切物都爱。
啊，不但对动物爱，对植物爱，对矿物爱，对土地，对泥沙都爱。对对对，是这，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不错，漫长的过程。对对对，不错不错。但是呢，现在做基础，没错，哎，做初步的开始，初步开始，逐步培养，对对对，才能达到那样一个境界。对，不错。如果真能达到，那真是真正的和谐。对，那是永远的和谐。对，不错，是的，是的，不错。所以这个关系啊，明白了，就是从根本上加强根本教育。对，好的。哎，所以说英国。我们从小，所以我对城隍庙的感情很深，啊，所以这由这个教育影响到一生。对，无论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不敢起个恶念啊，对对，这个身心对舒畅啊，对对，快乐啊。所以您说一个城隍庙要顶10万个警察，我现在明白，我知道。不需要外来的武装警察，不需要管理啊，我自己的自己会管啊，管了我自己，对呀，自己会管是吧？要比那个外在的力量，哎呀，大多了，好得多，大多了，大得多，哎，外面还可以想种种方法欺骗的，对，哎，那不良心不能欺骗，对的，是的，对的，对的，哎，所以我曾经听一个原来的一个退休的一个啊，退休的一个干部，嗯，哎，他就说呀，他说他是怎么信服。他说过去一直是接受组织的教育，嗯，是吧，也好，但是呢那个教育啊，就是说管他在上班时间，嗯，工作时间，嗯，但是呢下班回到家里呢，嗯，就他是他，我是我。那么现在这个一听说是这个接触着佛学之后啊，他觉得，哎，让我自己管住自己，自己管住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管住自己了，他就超越了18个小时之外了。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更加您刚才说的变法界。不错，变法界充满一切时间空间，对，我在哪里都这个教育都管用。不错，所以过去也讲，古人讲慎独，君子慎独，嗯，所以实际上管住心，对，也就管住了一切了。对，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我也有了更深的一步的理解了。所以一个城隍庙顶10万个警察。是，所以我常常讲啊，维系中国，嗯，3个硬体的设施，硬体设施，哎，就是这5000年来中国这个和平大一统是全世界人羡慕的。对的，对，哎，这个靠什么呢？第一个祠堂，祠堂是孝道，嗯，那就父子有亲的跟在祠堂里头，嗯，祠堂没有了，根就拔掉了，嗯，根拔掉之后，那就无所不为了，这太可怕了，嗯，啊，所以祠堂是根的，嗯，第二是孔庙，孔庙是代表老师师道，嗯，祠堂代表孝道，嗯，啊，这代表师道，师道，啊，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啊，嗯，这是真理呀。这个不能违背，是，哎，你说佛法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你看我们学佛遵守佛最高指导的原则，第一句话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头一句话了，是啊，慈心不杀，修饰善业，头一条善根，头一条孝亲尊师啊，第一，啊，所以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底下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的法，啊，修学的方法，在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头两句就是孝亲尊师。孝亲尊师。哎，这是根本的根本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你就晓得中国祖宗的智慧，啊，用祠堂代表孝，用孔庙代表这个就尊师，啊，城隍庙代表因果，这3个东西稳定了中国5000年。你说它发挥多大的作用？嗯，所以现在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哦，你这发挥多大作用啊，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缺失的根源是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开始啊。对，不错啊，这个办恢复祠堂啊，啊办一个孔子学院呐，啊，哎，这个对，不错啊，
你像不错。我家附近就是东岳庙，对，东岳庙过去就有十殿阎罗呀，哎，但是现在呢，我还没去过，不知道怎么样。现在那个哎，这个现在一步一步啊，现在没有了。就是说，到现在至少啊，就是说通过和平啊、和谐呀、啊，哎，这个孔子的教育啊、传统的道德教育啊，开始重视。对，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哎、是是是，还有你慢慢认识了，知道这个东西好处了。那就对对，得到实惠了，不错，确实对安定有好处。对和谐有好处。就如果这三样东西，孝亲不讲，尊师不讲，因果不讲，用什么方法想把这个社会动乱平定出来，做不到，永远做不到。如果说还有办法做到，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绝不输给今天的人，早就摆出来了。这三条是真理，你要是除了这三个之外想另外的方法的时候，那叫做梦。那就你要付出多少代价，你要叫人民受多少痛苦，到最后整个世界毁灭，是这非常可怕。所以这个恐怖主义呀、啊，是吧？这个军备竞赛呀、啊，都是出自一个根的。对，我教布施，我教布施的时候，也都把这个告诉他了。哎，我说美国的忧患呢，决定不在外国，不可能，人家对美国发动战争的。美国的忧患呢是内部，你不说别的，青少年犯罪，啊，年年往上提升，这个怎么办？所以我跟他讲伦理道德、青少年教育，他听进去了。好。最近他好像讲话就是提到这些，从前没提过。所以我们要向世界推广，是。所以我觉得要亲近有道德的人，亲近有修养的人。所以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这个师，真是师父，师父，对，不错，对，不错，教师如父，对，不错，不错，不错。所以，不错，我觉得亲近好了，我觉得深受教育。所以你这个这三部电视剧，就是印光大师一生，真是苦口婆心的，所倡导的因果教育。现在我们知道他用心之苦，也知道他了不起的智慧。要挽救现在的世道人心，除了因果教育，别的都来不及了。因为你懂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起心动念会收敛一些。所以我们那个您遵照您的指示把这个搞成电视剧，而且就一定要让大家喜欢看，要吸引大家看。现在看来的话，可能这方面还是可以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制作人员就都哎，他们都是没有接触过宗教的，觉得这个片子还是好的，至少引导他往这个方向来吧，对不对？向上向善吧，我觉得我们决心继续做，好，尽量做好，好，无量功德，无量功德，谢谢。